啊，大家好，唔好意思啊。Right，等我校好先，撳錯咗個掣。唔好意思，校個掣校得唔係咁好。OK。咁啊，今日因為即啱啱調嗰個鏡頭調得唔係咁靚，之前咧就一路用開華為，而家用翻呢一個 iPhone 咧又唔係好慣手，咁但係我又唔係好清楚點解會我華為嘅啱啱用嗰個 Facebook 嘅界面咧就同而家 Face 呢一個 iPhone 嘅 Facebook 嘅界面又唔同，有時 Facebook 嘅界面佢周時變你都唔知啊，一唔同嘅機有唔同嘅界面，我都有時俾佢搞到糊塗咗。嗱，今日辛苦大家啦，咁亦都係啊睇我嘅嗰個軍事行動咧，開咗好幾輯出嚟，事態咧就係比較嚴峻啦，係咪？喺5.11事件裏邊咧，我哋已經睇到好清楚啦，就係、是我專登今次咧就係、是、要做戰地記者，我見到睇住我哋啲同事點樣俾呢一班咁嘅飯桶咧，好似將立法會嘅場所轉成為呢一個咁嘅摔角場所。你會見到就係嗰個陳志全咧，又係飛撲插落去呢一個石乃謙嘅嗰個人群當中。佢哋全部嚟衝擊，有人咁講就話：，你唔使傍住佢啊，等阿石乃謙自己行埋去呢一個咁嘅主席台咪得咯。但係肯定同你咁講啊，如果淨係石乃謙一個議員自己行埋去的話，A。立法會的那些保安呢，他們辛苦了，但是太斯文，如果以保安來說，我給他的那個保衛的程度呢，就是我會給三分 out of ten。 為什麼呢？因為這班這樣的保安呢，就他不好意思，因為個個都熟，也都見慣這班友仔做慣馬騮戲，特別是泛民的那些馬騮戲，平時來說就是最多就動口啫，但係由於咁耐以來咧，係缺乏咗呢一種咁嘅鬥爭嘅嗰種思維，變咗就係好似，你真係做馬騮戲係咁要頂一頂啦。咁變咗佢個執行力係好弱，咁啊亦都再加上主席成日話掟人走，咁佢班人咧就好禮貌咁樣，一請二請三請再請，唔掂啊，最多企喺度。如果是主席給到 order 就不需要再想的了，直情是鬥他走，不用再看他班友仔面色，望下他是不是自己自愿行，一二三你稍微不行就要滴出去。但是現在我們這班這樣的護衛呢，就實在太仁慈和太柔弱，亦都好像真的我剛才說不好意思，召見口馬見面，你要俾我滴出去嘅時候，稍微用多啲暴力，對咩？即係叫嗰、那個唔係暴力啊，嗰、那個叫做用啲 force 啊，用啲咁嘅武力劫佢出去咧，咁啊又會引起好多問題。始終人哋都係打工嘅啫，係咪先？就唔係同你喺度作戰噶嘛。咁所以就會搞到粒粒亂。如果冇人傍住啊，淨係靠嗰啲guard去咧，我諗個情況就會更加糟糕。慶幸今日咧就我哋啲建制議員咧有幾個壯男，有鄭榮信啦，係咪？有陸仲雄啦，有何俊賢啦，有陳恆斌啦，有周浩鼎啦，咁呢幾個咧都傍住石禮謙議員咧，咁嚟去避免咗呢啲咁嘅粗暴嘅嗰個對待。你估唔到，即係點解會一個民主黨嘅主席胡志偉咁糊塗？佢個即係智慧去到邊度？真係唔知啊！咁佢作出咁嘅行為，直情喺度歇斯底里咁樣嗌，好似死咗老豆咁樣。哇！大佬好似有不共戴天，殺父仇人，點解會咁樣咧？就係因為係咪要做戲俾後面嘅老細睇咧？哇！如果唔做的話，即係出年冇得撈喎，大佬人氣又已經唔旺啦，係咪啊？如果仲唔攞翻啲美彩的話咧，就真係
真係以後就唔知去邊度揾地方，冇地方剪彩咯喎，係咪咁嘅原因呢？我相信即係佢哋成個陣營裏邊咧，而家咧就係點樣諗法，我都唔知道，因為第一我都話佢都唔知嗰班友仔亂七八糟，我覺得佢哋真係非常之亂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咁樣做法咧就係好令人哋覺得我係深切咁嘅同情佢哋，亦都睇到佢哋嘅壓力好大，係嘛，內外逼迫啊。咁啊，第二個咧就係陳志全，都冇辦法，呢啲又係佢唔做議員，唔知做乜好。你話靠嗰度快逼慢逼咁樣，真係遲啲就俾人逼啊！你睇下佢又係飛身插過去，係咪先？胡志偉就係歇斯底里喺下邊，又呢樣又嗰度啊，四處周圍攻咁，然後撞啊嗰、那個啊。范國威啊，直情係佢著住條，即係唔係著住條乜嘢？佢自己做嘅行為，佢自己今日食個果啦。咁實際上佢跌咗落地下，咁啊自己就咎由自取咯。而家又話人哋打佢，邊度打佢咧？啊，咁啊由始至終就由佢飆高咗，然後就係要插落去插水式，跟住俾人鬥走咗嘅時候，放落地下，咁自己又反應又差，係咪先？年紀都唔係細嘅，仲喺度咁樣同啲後生嘅喺度博弈，愚蠢嘅啫。咁啊，實際上係咪咁嚴重？我覺得我就覺得佢啊已經好似打足球嗰啲啦，踢到條腳喺度掹住一餐懵咁，然後跟住就冇鏡頭要起身嘅啫。所以臨尾嘅時候我就叫佢：喂，起身啦，份個威氣就做完啦，啊，翻埋位啦。咁佢又唔肯起身，咁啊跟住要等十字車嚟鬥佢。看看他睡醫院多久，是不是？這些東西我們見慣了，看看你堅定留使什麼使什麼，如果你真的撞傷他腦，就找陳淑莊的醫生和你醫鬼埋他，但是哪裡有事啊？他在整班人裡面最精靈的是他，因為如果他不精靈他都不會捐到進來，是不是？那第四個是許智峰，你看許智峰呢，就不過你不用說了，許智峰月底都已經 是要面對這個他的那個成績表，但是他這個人呢，劣根性在這裡，四處周圍搶東西，那種搶東西的手法就是鬼鼠，突然之間咻那樣去散一些東西。今天我們看得到 他活生生地展示一下，他上次是在這個lift lobby 那裡怎樣搶那個政府的行政助理的手提電話，你略知一二。另一個鏡頭我們看到的就是這個梁耀忠，雖然他戴著那個頸箍，但是他一搶東西的時候那個手勢一樣 是很 typical 啊，就好像人家那些在海底裡面扮啊扮扮懵那些，突然一伸咻伸條脷出來就扔了條魚那些，但是他當然他偷雞不到，是不是？以他來說做完這些無厘頭嘅嘢又戇居，嗱種種嘅敗仗咧，你會睇到咧，即係佢哋好差勁，係嘛？咁仲有邊個要批評啊？朱海迪，朱海迪就當自己喺菜園村度 ，VVVV 攞住個嗰咁嘅大聲公嘅嘈喧巴閉，跟住佢又係用身體嘅嗰種咁嘅暴力嚇，成班友仔都已經有暴力傾向。失去控制，但係無他嘅，因為就係在成班咁嘅傳媒騰湧之下，佢哋有鏡頭，一定會要做足交足嘅氣氛。但係係往往亦都係咁嘅原因咧，你做啲氣氛咧，亦都係被捕捉到你嘅醜態同埋你嘅嗰個刑事嘅行為。咁所以呢一個咁嘅朱海迪啊，陳志全、胡志偉。而陶謹申咧，佢坐喺上邊，雖然佢好似冇動作，冇乜嘢，但係佢好骨氣。佢搞佢個會議，如果佢對自己嘅信心係咁強嘅，佢班馬仔就唔會咁樣搞震啦，係咪先？擺到明就心虛。實際上，陶謹申雖然動作就少啊，但係佢面對嘅嘢都幾係嘅。如果要面對呢個被起訴，根據呢一個刑事條例第200條嘅第71同埋73。製造假文件同埋行使假文件的話咧，一經循呢一個公訴被定罪之後咧，
14碌啊，大佬啊，仲犀利過呢、這個呢一、這個咁嘅誒公眾防擾啊，係咪先煽動啊？咁所以啊，涂謹慎、范國威就自己就係戴頭盔，就佢自己趴喺地下度啊，咁然後再搭埋咧，就係呢一個歐樂軒。歐樂軒其實嘅人啊冇乜點，但係正所謂叫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咁佢自己咧亦都係把持不定。咁啊個人咧就仲有佢都係叫做機會主義。如果唔係咁嘅表現咧，又攞唔到呃唔到飛，入唔到嚟，係嘛？佢係呢一個。周庭嚇、入唔到之後，佢係呢叫做B 方案嘅人，咁佢知道自己又唔會做到證人，但係偏偏有陣時就執死雞，但係執咗死雞之後咧，佢兩頭都要睇下，咁啊咁啊要做到戲嘅時候就一定要標前立喊咁樣，無棒整冇得冇乜嘢證噶啦，冇乜嘢講噶啦，呢、這個就阿信喺嗰、那個今日都係講話，你太過。不想跟他講，不想再見，真係太肉酸。這個人咧，以為自己講一口英文流利嘅，咁但係實際上冇內涵，再加埋個款，睇上嚟，真係慘不忍睹。成個就係 pandemic 呢個叫做飯桶嘅陣型。我哋睇睇啊，成場波啊嚇，呢一場波裏邊咧，自己踢到即係四分三場噶啦。咁啊，未開波咧就已經俾人 DQ 咗嚇。梁仲恒啊，嗰啲咁啊，梁游兩個陰功未出場啫，一出嚟啊，未開波一出嚟就已經慣低咗。咁啊，梁國雄啊，羅三七啊，呢一個咁嘅劉小麗啊，姚重炎啊，以為自己學到一身好功夫，點知又係真係人哋絲球乜嘅豬頭乜嘅花生油嚟㗎。咁啊，又俾人炒咗去，所以一開場冇耐，第一個回合咧，就去到2017年咧，有六條友俾人剁咗啊。咁跟住咧，有三個就犯咗法嘅，咁啊，兩個就被判入獄，一個被判入獄啊。邵家俊、陳淑莊咧就等醫好個頭，去咗個即係等醫生同佢處理咗個腦之後咧，冇乜幾多。問題之後咧，咁佢就準備都要洗定個攞油要入獄噶啦。咁啊，呢一個鄭松泰咧就上次倒插國旗啦，跟住就係自己慣低咗啦，連工都冇得做啊。不過死好彩，暫時嚟講咧，有人即係撐佢。如果唔係上次已經被譴責咧，佢已經係 OUT 勾咗啦。嗱，九件已經 high 咗，仲有三件咧，許智峯嘅月底咧就接佢成績表。跟住可能要荔枝角度咧，就要踎嗰個度。我諗啊，許智峯都幾係嘢。你睇今日佢個表現咧，就正正就係已經講明咗就係佢有罪定冇罪嘅啊。至於佢要孭幾多碌，我諗佢閒地都應該要都唔少得過。如果係咁嘅嘢，一年啦。因為佢有暴力傾向呢個人嚇，連女人都嚇嘅。好啦，咁另外兩個就而家面對審訊，都有陣時都幾骨溪嘅。揾邵堅林卓廷猛喺度追呢個 CY， 成日就話 CY 呢樣唔掂，嗰樣唔掂，最後佢哋自己兩個就掂咗先啦，即係打橫打掂啦。咁啊兩個就面對呢一個被起訴，所以泛民裏邊咧就。直至今日之前咧，就已經有12件咧，就差唔多就冇咗四分三，九件啦，已經去咗噶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咧之前咧就我已經係出咗封信俾阿涂謹慎，我話你啊，我要問啊，嗰、那個10月7日嗰份咁嘅開會議通知啊，係咪你製造啊？同埋你係咪真係有咁嘅企圖去使用？咁但係佢呢條友咧就醒就唔係好醒噶啦，不過做咗廿幾年咧就冇乜點 practice， 所以佢都唔係好清楚。上次啊，郭榮亨叫佢喂唔好玩得咁蠢喎，臨尾之前咧就好啟動咗選舉程序先，但係佢收唔到就係要拖乜鬼啊？地就有得俾你拖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咧佢就整緊呢個文件出嚟，仲扮到係立法會嘅嗰個文件似層層咁樣。我想他都不單止
洗手洗頭，仲要洗埋攞油，又係準備噶啦。好啦，咁跟住朱海迪、陳志全、胡志偉、范范國威，范國威仲係掹腳添，跌咗落地下之後仲掹住邊個腳咧？掹住阿石乃謙嘅腳。石乃謙話：，哎，嗰條友真係，佢仲掹我腳添。哇！大佬，人哋七十幾歲老人家，你仲掹人隻腳喎？你如果翹低石禮謙的話咧，你搞出人命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即係呢啲人係好 reckless 嘅，咁所以阻止議員出席會議就已經咧就有朱陳胡塗啊，然後范搭歐毛，朱陳胡塗，然後阿范咧就搭阿歐同毛。咁呢度有七條友仔咧，閒閒地有五條係中嘅，中乜嘢啊？唔係六合彩喎，大佬，中啊中乜嘢咧 ？Section 十九啊，你阻礙啊，同埋襲擊人啊，嗰種態度你睇得到，所有鏡頭無論你邊度都好都有。我咧今日做戰地記者啊，我就啊，如果我出手咧，佢哋班友仔咧。即係都好大劑，咁我都好大劑。如果我出手就梗係君子動口不動手，你估真係我當傻咩？咁即係我意思有陣時，我都唔會話將自己當作超人，係咪先？最緊要係斯斯文文。咁啊，所以啊，我知道啦。有陣時啲呢啲咁嘅現場記錄，如果自己錄翻套喺度的話咧，都好過日後咧你要問 cable 問。TVB 問呢一個咁嘅 Now 啊，佢問佢哋 RTHK 唔使問點啊，你唔使問呢啲咁嘅電台咧嚟去攞片啊嘛，係咪先？所以自己親自拍完之後咧，咁啊，如果快手就上呢一個咁嘅我自己嘅 Facebook 啊，所以今日咧我做我嘅 Junior's Hall 啊 Junior's Action at Natural 都分咗一二三四，咁啊將嗰啲片咧就 upload 上去。公諸同號，亦都冇無經剪接啊，唔需要原汁原味，費鬼事有唔同嘅鏡頭裏邊咧，一陣咧即係避重就輕，我哋環回咁樣影。咁喺個過程裏邊就見到有啲咁嘅黃梅，有啲咧就根本就你都唔知佢乜人嚟嘅，就係掛住個牌喺度啊，實際上就係嗰啲咁嘅狗飯桶嘅嗰啲咁嘅助理呢啲咁嘅。我覺得呢啲人咧就係、是、兩個字嘅形容係人渣啊，其中啊就鬧我話可不可以又食屎啊咁啊，唉，大佬啊，我食乜你食乜啦，係咪先啊？你叫我食屎，我就食噶啦，係嘛？你企喺上邊嗰度啊啊，你有得走嘅咩？我影低咗你噶啦。我實行就係要追究噶啦，睇下你邊個先。唔好意思，最初因為遠啊，佢又企喺上邊，我見到佢喺度 VIU 定乜鬼嘢。咁啊，佢啲 fans 同埋佢啲咁嘅飯王嗰啲話：，何君瑤你收皮啦，眼又蒙，老花你睇唔到，仲自己講錯嘢。咁嗱，呢班咁嘅人啊冇用啊，淨係執住人哋啲小問題嚟去放大。但係自己嗰啲大嘅問題出咗咧，完全當冇曬。嗱呢啲人咧係冇用嘅，唔需要擔心。我都而家就滴咗幾條友仔走，即係 high 咗佢 ，ban 咗佢。呢啲人冇用嘅，佢又要走落我牆度喺度亂咁踩。咁我就睇到佢上邊呢條友唔似又唔似男唔似女，佢就講個屎字一射，佢屎字咧跟住嗰條頸喺度扯曬出嚟，陰公。你就真係冇料嚇，即係你又唔好扮四條咁樣啦，係咪先啊？咁又扮曬嘢咁樣，你喺呢一個立法會裏邊，你話我係叫我食屎，你侮辱嘅説話喎。我問你邊間公司邊間部，佢又揞住唔肯，又唔肯俾我睇啊。咁跟住我見到個 V 字啊，好似個 View TV， 我話你係咪 View TV 啊？佢又唔答喎。咁啊，所以我喺嗰個Facebook 裏邊唯有就係要引蛇出洞，好彩咁就Now TV 嘅記者打電話嚟，喂，何律師，何議員，唔好意思啊，喂，你嗰度寫錯咗，唔係我哋啊，嗰個其實係 VII
V 啊，羅馬數字啊，係咩？哦，鬼知咩？睇唔到喎，大佬。誒，嗰個係嗰啲六四紀念嗰啲友仔嚟嘅。哇，佢邊個嚟㗎？唔知啊。咁啊，誒，但係唔係我哋啦。哦，咁啊，喂，唔好意思。咁我即刻會將嗰度改咗佢。咁啊，曾經引起一個無謂嘅一個少少誤會。呢一度我特別係誒表示係協議。咁但係喺嗰陣時佢哋個情況裏邊咧，就係電光火石嚇。即係子彈亂飛咁樣，即係偶一有搞到搞錯咗誤會嘅都冇唔好意思。但係今日嘅情況真係好混亂，比如好似石禮謙咁樣喺嗰個小房裏邊俾人拘禁喎，係咪先啊？咁我唔知咩事啊嘛，我作為大家嘅同事盟友係咪啊？我一定去睇佢。哇！嗰、那個咁嘅休息室門口度，咁啊有朱海迪同埋呢個咁嘅。啊！邊個喺度噏啊？呢、這、一個歐樂軒，總之咧就有乜嘢佢就要扯住，要諗住有鏡頭嘅，佢就諗住要標住喺嗰度咧，要攞分嘅，攞呢一個咁嘅誒曝光率，同阿 EQ 喺度拗。咁啊，我見到 EQ 一個人係好難頂喎，咁我就話：喂，大家可唔可以唔好喺度塞住呢個路？啊，唔好塞住呢個走廊，亦都係造成呢、這、一個。走火通道的閉塞啊，危險的。咁啊，大家如果要講嘅，就不如去呢個咪兜嗰度啦。咁原來班友仔要僕石禮謙，咁啊變咗咧，我就叫佢哋行開，咁啊讓開。咁然後我就入間房裏邊咧，就拯救石禮謙嘅議員出嚟啊，同事出嚟。咁佢嘅年紀啊～係好 senior 啦，係咪先？困喺裏邊咁耐都未去過廁所，咁我咪一定要護佢去廁所啦。咁啊，其他嗰啲，唉，嗰個咁嘅蒙盲症，幾乎咧就跟埋落嚟男廁，真係離曬大譜嘅，真係。使唔使要揾佢嚟解褲鏈咧？真係好離譜嘅，真係。你搞到咁樣嘅嘢，即係何苦咧？再跟住要講呢樣講嗰樣，明明係自己唔啱，咁啊仲喺度咧，就喺度惡人先告狀。呢啲人真係冇用嘅，真係只有英國先收留嘅啫。我相信好啦，咁啊喺咁嘅情況裏邊咧，咁啊你而家見到就係十二個泛民已經high嘅，而今日打後咧仲有七個，即係有19個。原先佢哋有29個人入咗嚟呢個第六屆，29個裏邊而家就high咗嘢，就已經啊～就有嗨咗嘢同埋嗨緊嘢嘅咧，有12個，將會嗨嘢咧，仲有7個，加埋有19個。你話抵唔抵死啊？佢哋只有一樣嘢啊，可以咁講就係佢哋咎由自取。好，咁今日咧唔想同大家講咁耐啦，已經都20幾分鐘。本來我想早啲開機咁，但係今晚又有個晚飯咧遲翻咗嚟。咁啊，同大家亦都係作一個咁嘅預告，喺下個禮拜呢一個咁嘅星期二咧，早上我哋9點鐘會開會。陶謹申咧又嚟照板煮碗，呢啲友仔咧就必定係多行不義必自閉，想得山多終如虎，一個糊塗嘅人啊，咁佢始終都係被糊塗所累。咁今日咧就係同大家講聲，就係我哋一定要撥亂反正，破格求變，拉曬班咁嘅呢一啲咁嘅所謂叫做飯桶啊，去搞亂香港，搞亂議會。好嘅嘢佢就製造唔到好嘅歷史出嚟，只不過就喺度搞搞震，人哋名留青史，佢就係乜嘢？呢啲係真係呢啲係臭名遠播啊！以後咧即係。即係我諗佢會含恨終生。今日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早唞，拜拜。